又地上，大家学艺无处不在嘅天地龙。今次呢，我哋系 Cyber Simulator 嘅蛋。好啦，左下角有个咁蛋嘅掣嘅黄色，你揿佢咧就直接可以 teleport 去嗰个蛋嘅地方啦。呢度咧你就要攞100个蛋。嗱，左边嘅粉红色位置咧就可以 show 俾你睇你有几多个蛋啦。攞完100个蛋之后咧，去奔儿嗰度咧就可以开一个大门，呢度开大门，因为我玩咗咧就有个大门啦。呢个 double jump 咧，都会对呢个 obby 咧非常之有效咁样帮助你去过嘅。跳啊跳啊跳啊跳，跳啊跳啊跳啊跳。一阵间咧，过咗奔过咗呢个之后咧，你会见到一个怪兽嘅。跟住咧，如果你要个蛋咧，最后一个步骤就系要打佢。咁就其实唔使打爆佢嘅，其实你打佢几下咧，佢就会爆咧，就会爆出一个锁匙。系啦，喺个之前咧，你要揿 settings， 跟住咧将个cell strength 嗰度全部删咗佢，跟住下边个 max strength 嗰就可以唔使理佢噶啦。跟住斩佢，斩斩斩斩斩斩。嗱，我斩一下咧，佢就已经加一啦，即使我有嗰个锁匙啦。如果你唔想行翻去咧，你就可以直接将佢 teleport 翻去嗰个度。跟住咧就俾嗰个锁匙佢。如果中意影片嘅话，就按赞翻去订个频道。拜拜。